么既然这个哲学啊，既然哲学它是作为创造世界观的，创造世界观的，那么它的哲学的第二个定义，哲学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哲学是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那么作为这个哲学是世界观的这样一个定义，那么就要讲什么是世界观，就要讲什么是世界观。在说明什么是世界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哲学的世界观。他在定义哲学是世界观的时候啊，他也加了很多的附注啊，来说明哲学是世界观的问题。他认为啊，哲学是世界观的这样一个规定的，应该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哲学世界观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哲学世界观的特点。第二个呢是哲学世界观的结构。第三个呢是哲学世界观和科学常识和宗教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呢，他就对哲学的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呢？哲学的世界观呢，做了一个剖析。什么是哲学的世界观？我们原来讲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看待世界的方法。那么它道理，如果说把它放到这个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这个定义里面，就是把它和这个这样一个哲学和这个大众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个结构关系里面去考察，那么你就要说明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所以这样呢，他就首先呢，第一个。他在讲哲学世界观的时候，讲他的这个特点的时候，葛兰西就把他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就是说哲学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哲学的世界观具有批判性和一贯性，批判性和一贯性。那么他的批判性呢，他的批判性和一贯性呢，它是和个体的创造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呢，他说所谓哲学的世界观，它是什么？它的创造活动啊，是和个体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它总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这样一个创造的问题。所以呢，它总是什么？既然它是个体的，它就表现为什么？对先前的世界观的一个批判，是吧？如果它是个性的，它一定是对从前面的这个对前面的这样一个批判关系产生出来的。如果他要是仅仅是三次前面的是一样的话，他就是非创造的，是非创造的。所谓我们所的创造性，任何一种创造是什么？创造它是一种更新的，那么这种更新它一定是什么？对前次的世界观呢，持一种批判态度。所以呢，他认为啊，哲学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强调这个观念的变革问题，那么一定是对先前的这样一个批判当中啊所产生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一个批判呢是和自我意识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葛兰西把哲学家的个人的哲学呢看作是哲学世界观创造的标志，也就是说个体的哲学创造是一个和那些属于历史世界观的这样一个交互作用的这样一个过程。你不能够就说把它仅仅看作是整个世界观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世界观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是一个观念里面，它就不存在创造的。所以他在强调世界观具有创造性的这样一个特点的时候，创造性特点是什么？就说世界观它应该是什么？个人的作品，一个个人的创造物，强调哲学本身的这个创造性。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世界观不是一个死的，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方法的东西，而是说什么，首先是哲学家的一个创造，它首先表现为哲学家的一个个体的这个创造。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强调的这样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他认为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呢，它和哲学史是不能分开的，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认为啊，他说任何世界观的创造，个人的创造啊，你都不能离开你的文化的背景，不能离开你的文化的背景，都是一定时代一定场域当中的这样一个创造，所以你就不能够啊和这个哲学史分开，不能和文化史分开。如果你要是背离了这样一个哲学史的话，总是要，就是说，总是，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创造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你一定是从前史哲学的内在矛盾里面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什么，而不是一个这个和前史哲学无关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他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啊，强调这个观点，它有什么意义啊？强成，当然一个是体现，我们可以解释说它体现了这样一个意大利啊重视历史的历史哲学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强调的这样一个哲学创造它的这样一个文化根基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什么，强调哲学的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和科学的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科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科学化的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啊。这个科学的进步是什么？如果我们用科学进步观的话，科学讲进步什么？是我只要有了新的东西，旧的东西都不要了。就像我们一个那个极光照排发现了以后，就是说这个用这个发明了这个极光照排以后，以前的活字印刷书，中国几千年的活字印刷书，在一年之内全部被淘汰了。可以说你中国花了几千年发明的，你说我的四大发明多么伟大，但是呢，我只要这个物质文明的进步啊，我科学技术，我只要有一个新的发现，我把你以前的所有几千年的文明全部都淘汰了，现在谁还去用这个铅字排版呢？已经没有了。你再说进化，你整个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实际上这个物质的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思想的进步是不一样的，而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是什么？它一定是有自己的哲学史的，有自己的文化史和哲学史。就是说它的哲学史文化史越丰厚，那么呢它的这个思想啊才越有历史的厚度，才越有历史的厚度。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前面的历史全部都否定了，不能从前史的历史产生出来，那么你的观念什么就打得薄薄的，打得薄薄的，经不起推敲，就是没有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认同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哲学史它什么，它是在积累当中一种世界观，虽然它是创造的，但是它是一种积累式的这样一个创造，就是它包含的一种积累。而这个科学的进步它是非积累的，所以它在定义啊哲学是世界观，定义哲学的时候，实际上它在讲这个特点和哲学史相联系的时候，就强调了哲学世界观的创造的规律是什么。他不能够啊把他的这样一个前史的历史把它抛开，刚好是什么，是要和他的前面的历史相联系的，就是说他要批判看待他的历史，但是不是把前面的历史完全抛开，而是从历史当中的前史世界观的矛盾当中来建立起自己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哲学，新的哲学。这是哲学史发展的一个哲学创造的一个规律，创造的一个规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强调这个哲学的世界观呢是具有民族性的，是具有民族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哲学的世界观呢是存在在语言当中的，因为哲学人人都是哲学家，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它是存在于哲学当中的。所以既然是存在于这个语言当中的，那么不同的语言表达的是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是吧？他我们说了，他说文化是观念和概念嘛，所以他表达的不同的语言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的思维，所以呢它会形成不同民族的哲学传统。所以哲学啊它本身它既是时代的，同时它也是民族的，它也是民族。任何一种哲学没有一个超民族的这样一个哲学，没有超民族哲学。这是它的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它在附注四里面呢就强调，它说哲学的世界观呢是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功能，创造新文化的功能。他认为哲学创造新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创造，不仅仅是我说创造了一个理论体系，然后就创造了一种思想，它还包括什么传播发现的真理，使其社会化。就是我要把我的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呢，把它变成一个社会的人的一个时代的精神，把它变成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不是我哲学家揭示出来的，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那也就是说你要通过这个世界观的改造把它变成什么，如果说这个大众的文化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经验的积淀，表现在常识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
那也就是说你哲学就包含一个什么，把你的常识啊，把它把人们的经验的生活过去的经验啊，把它改造过来，改造过来，通过这个世界观啊改造过来。所以哲学啊，它本身呢、啊、就有一种改造啊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的这样一个功能，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认为呢，而葛莱西认为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功能呢、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他认为啊，哲学呢具有改造，就是创造新文化的功能。这种创造新文化功能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创造，而是对社会的一种改造，对这个大众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这个经验层面上的，就是普通人的哲学思想的这样一种改造。所以这样为什么说他是研究这个，就是强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这个人呢、啊、始终放在这样一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就说研究的对象上。但他所研究的人呢，不是研究抽象的人的自由和道德理念，而是强调什么，就是说哲学家对大众哲学大众文化的一种改造，一种整个社会文化功能的这样一个提升。他认为在这个两个方面呢，应该说后一个方面呢是更为重要的。也就是说呢，他认为啊，整个的这个哲学的功能呢、啊、最根本的啊，就是说是应该呀、啊、对大众人民大众啊进行一种引导，一种引导。这是他认为这一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他的这个哲学世界观特点的第四个特点。那么第五个特点呢，他说哲学世界观的创造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是一种政治活动。既然它是一种对现成社会的改造，所以呢，对现实文化的改造，所以它是一种政治活动。政治活动，那也就是说，它不仅世界观不仅仅是思想的，同时也是什么行动的，也是行动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把行动的这个概念呢，就引入了这样一个哲学，引入了哲学。所以他说这两种，他说这样一个思想的世界观和行动的世界观里面，这个行动的世界观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政治，就是一种政治。所以他为什么就说这就形成了？他是通过这样一个世界观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他什么？打通了这样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这样一个联系。也打通了一个哲学的概念的创造和这个哲学啊作为一种概念的创造和什么和一个政治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政治之间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政治啊它不是哲学之外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行动，作为一种意志啊进入哲学的，进入哲学是哲学本身的一个部分，这样一个部分。所以这就为什么说他的政治哲学和他的对哲学的这样一个定义，实践哲学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它是通过什么对哲学本身的这样一个定义，哲学是世界观特点的一个说明，而打通了政治哲学和哲学的这样一个思维，就是说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这样一个关联性，这样一个关联性对哲学啊本身做了一个功能性的这样一个说明，这样一个说明。这是他讲的这样一个这个关于这个世界观的这样一个定义，这样一个定义。第二个呢，从这个他对哲学世界观的特点的分析当中啊，就是第二个呢就强调了他在这个后面的这样一个附注里面呢就继续啊就写，就是哲学世界观的这样一个结构，哲学世界观的结构。他就认为啊，哲学世界观的这五个特点，这五个特点呢它不是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是平面展开的，而是在世界观的内在结构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么这样也就是说它的批判性、一贯性以及它和哲学史这样一个文化改造的这样一个功能呢、啊、是在结构当中，在结构当中发生的。他说这个结构呢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以不自觉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当中的，也就是普通的人的这样一个哲学经验的层面。他说另外一个层面呢是一种自觉的创造活动的一个产物，是自觉的存在于啊人们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是作为人们的这样一个这个世界观的自觉创造活动，也就是说哲学家的思想创造的成果。那么这样一种世界观呢就是一个文化历史的创造，它表现为什么？
表现了历史文化的一种间断性。所以在这两个层面上形成了什么？一个作为这样一种世界观，作为大众文化的这样一种世界观呢，它是和人们的常识习俗，它是和人们的常识习俗和宗教是相联系的，和宗教相联系的。所以呢，它表现为什么？一种连续性，表现了历史的一种连续性，也就是说它是和这个历史的文化相联系的，是和历史的文化相联系的。那么这是一个，所以它是什么？非批判的，它是表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非批判的，也是没有条理的世界观，没有条理的世界观。那么第二层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是作为人们的自觉的创造活动呢，那么这样一种世界观呢，它表现为什么？表现为一种批判的，就是说它是、啊、表现为一种批判的，抵制的，它是批判的理智的，因为它是一种思想体系，表现为一种思想创造，所以它是批判的、理性的，是系统的，是一贯的。那么这样呢，正是表现了什么？就是说批判的、理智的世界观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是和个体相联系的这种创造。那么它是不是要对表现为什么？对常识、习俗、宗教这样一个批判。而对这样一个批判的话，它形成什么？形成了历史文化的间断性。所以这个历史文化它是在连续性和间断性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替当中啊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的。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个哲学世界观的历史创造，历史和它的创造活动啊，都只能在这两个层面的相互联系和更替当中展开自己的内容。这就讲的这个文化和文化史的关系。文化本身呢、啊，它作为一个形态、一个间断的，它是批判的，是创造的。作为这个理智来说，它的内在的理智体系啊，它是一以贯之的，它是一以贯之的。而相比较起来呢，这个大众的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这样一个哲学啊，它表现为什么？表现为一种常识的习俗的，就是和宗教相联系的，和宗教相联系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说文化和文化史的联系就表现为什么？文化对文化史的改造，是吧？文化对文化史的改造，就有这样一个关系。而文化呢，就在这样一个继承和批判当中啊，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样一个发展。那么，既然它这个结构的这样一个分析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哲学啊，它是什么？文化哲学的这个所谓世界观的创造性是对常识、习俗、宗教的这样一个批判，那么就形成了什么？哲学的世界观和科学、常识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的第三个附注需要说明的，就是哲学的世界观和科学、宗教、常识之间的这样一个批判和非批判，理智和信仰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这样一个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哲学当中啊，在研究它的批判性和非批判性的时候，还要研究理智和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理智和信仰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它具体的这样一个说明。那么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啊，他首先依据这个世界观的哲学世界观的特点和结构，区分了哲学的世界观与科学、宗教和这个常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呢，哲学的世界观和科学一样，都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就说你作为一种自觉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话，你必须作为一种思想创造，你内在结构应该是严谨的，内在结构是严谨的，所以他们都具有严谨的这样一个结构性。但是哲学与科学的对象是不同的，科学对象是不同的。那么哲学的对象呢是社会文化，它的研究对象社会文化。哲学家的职责就是以新的哲学世界观改变大多数人的世界观，把大多数人提升到新的水平，新的水平。那么这也就是和他的哲学结构，我们讲了哲学的定义，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个定义是相关的，是吧？
哲学家的定义它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层面，所以这两个层面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思想的创造，它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普通人的哲学，讲的是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关系，讲的是两部分人的关系，所以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哲学对普通人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一个改造的这样一个问题。而相反的呢，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来说，它的理智是什么，它是以这个自然界的规律为对象的，自然界的规律为对象。既然这个科学是以自然界的规律为对象，那么它就什么，不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大多数人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我不需要建立在这个大多数人自己的基础上。他举了例子，他说比方说这个昆虫学的专家，他就不需要每个人都要有这样一个成为昆虫学家的这样一个经验的这样一个概念，你不需要，你可以完全不懂昆虫学是吧，但是呢他只要有那个，只要有这个昆虫学家，他少数人进行研究就可以了。所以科学家的工作啊，他是少数人，他不需要考虑这个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思想。但是你作为哲学家的话，你必须要使你的世界观，使你的哲学思想啊，去让大家去共同认同，就是说你要成为什么，所有人的共同财富，共同的思想财富为人家所共同享有。所以呢，科学是不需要有共同性的，而哲学必须要有共同性。也就是说，哲学的逻辑体系啊，是在它的世界观的结构当中发生的，也是以它的世界观结构的非批判性的哲学为基础的。而这个科学它是不一样的，科学就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需要以这个世界观以外的这样一个结构体系为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是和科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